力前进幼稚园，你看我们的老师非常的敏感了哈，我再更正一次哦，他们是全国最大的公立的幼稚园哦，他们总共有19个班，啊，目前是全国最大的，有30位幼教老师。那大家知道他们的位置在哪里吗？啊，在啊民生大同路附近哈。我们小贩为了今天的活动呢，也是算是练习了非常久哦。今天也算是个小小成果展的表演，让大家看到每个学校不同的地方，然后不同的小贩会学习到怎么样不同的东西。那待会呢，也希望大家记得给他们一个非常热情的掌声，好不好？好，请大家给他们热烈掌声鼓励。我要听到了尖叫声。Oh!
看最兴奋的应该是在台下摄影的妈妈了哈，哎，对，有这么有成就感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次那个掌声好不好？谢谢，好可爱的高雄市立前进幼儿园小朋友，非常卖力的演出哦，谢谢你们。哦，而且刚刚打鼓好有力哦。